口霸王在台南的花园夜市是八大的排队美食。哎呦，现在你不用排队，直接点购就可以送到你们家了。哎呦，你知道假日去花园夜市排队要排多久吗？真的，现在你就定啊，而且它是一口一个，它这样一盒里面有十个哦。你知道它，因为它这煮很方便嘛，有煮，你可以蒸，然后也可以煎，对。然后它里面酱包也都帮你调配好了。哎，你们现在吃的这个啊是虾仁口味的，有虾仁，虾仁的霸丸哦，而且你吃它一整个白虾的虾仁在霸丸里面。哦，这个相对吗？好好吃哦！哎呀，嗯 ，Q 吗？一口一个刚刚好 ，Q 哎，那好方便哦。对啊，很好吃，一口吧。好像那个面皮比馅多哦。没有，它粉很薄，它粉很薄，你吃就是 Q 吗？哦，原来馅比较多。对，馅，而且虾仁口味的哦，虾仁皮比较多。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要吃它的皮，对 ，Q Q 的皮，我就是要吃那个 Q 感，对，而且你知道现在六七月买哦，原本一盒很贵，现在在打5.7折，一盒只要75元，七十五，一盒几入？十入，我一个才7.5块，好吃，好吃，好来，这是第7名一口霸王。